今天方妈妈给小朋友们上课，好，我们一起要来做游戏。哎呦，我把这个放在这，我看一下玩的怎么样。哎，哎，怎么能抢东西？放下，坐下。你们说说，李老师做的对还是错？他干什么啦？抢呀土豆。他错了，打个叉。好，再看看婷婷老师。方静是青岛一家自闭症康复学校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利用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来纠正孩子的问题行为。尽管这些孩子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特殊症状，但在有着26年自闭症康复从业经历的方静看来，每一位自闭症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天使。他们是慢飞天使，慢慢飞的天使，你爱他，你才可以走进他的心里。在很多人眼里，年近60的方静完全可以过上另一种惬意的生活。然而事实上，这些年方静除了忙于青岛的教学，其他时间大都用在了自闭症康复经验的推广和交流上。2019年9月，一份特殊的邀请让他再次专程来到了澳门。嗨，到了到了。来机场接方静的这位女士叫陈小曼，是澳门自闭症协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一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这次陈小曼邀请方静来澳门，是希望借助她的康复经验，在澳门自闭症儿童家长中推广 ABA 应用行为干预疗法，并观察和学习方静对自己的儿子进行行为干预治疗。我们在去年呢，同方老师呢做了讲座之后呢，我哋一直都喺度研究，喺度睇緊呢一個方法，可唔可以幫到點樣？點樣先可以幫到家長？點樣先可以幫到我哋自己小朋友呢？其實，方靜對澳門這座城市並不陌生。由於丈夫在澳門科技大學做教授，方靜幾乎一年有一半的時間生活在澳門。而正是因为热心自闭症康复经验的推广，让她成为了澳门众多患者家长心目中排忧解难的知心大姐。但由于 ABA 应用行为疗法的核心是强调技能使用，需要家长常年对患者进行干预才能见效，这也使很多家长望而却步。这次对方静和患者家长来说，都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方静老师，小周你好，我们在网上有几次沟通啊，第一次见面。Stella， 小林，小林你好，理事长跟我讲过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其实，在澳门，我说 ABA 我们是不是很好？没有没有，因为我就是这一年才回来的，然后我回来就想说，哦，应该蛮好找工作的，因为大家都开始接触自闭症小孩，但是我回来才发现。没有这个东西，就是 ABA， 就没有 ABA。教孩子，然后我觉得教家长比教孩子还重要。那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更要教家长。所以我就想，澳门自闭症协会打算组织一次 ABA 应用行为干预疗法的家长分享会，请方静介绍一些康复经验，先看看大家对这一康复疗法的兴趣。趁着征集与会家长的时间，陈小曼邀请方静寻找合适的机会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些行为疗法的尝试。第一句话要大声啲，慢啲，同埋清楚啲啊嘛。
得唔得？得。正人買你第一段。正人有肉買你者，先至得其足。而自知其作，自知使是忘衝之以得你，禮若無恥都。從正人買你這個故事中，你明白了什麼道理？陈小曼的儿子麦永恒今年11岁，2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跟大多数自闭症儿童一样，不善变通，是他最大的障碍。这也是自闭症患者症状的集中表现。他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比较上都不是那么熟练咯。以前他的能力啊，同埋个沟通啊，同埋个同社会的关系啊，都不是话咁即系好疏离咯。这一次，陈小曼主动邀请方静对永恒进行行为干预，更多的是想观察和学习这种干预方式。即係好多人可能好收收埋自己咧，唔去俾人知道。我哋反而帶多啲佢出去，俾佢知道佢自己係自閉症。我哋點樣去幫佢？即只要嗰樣嘢係有科學根據嘅，或者甚至乎已經有個案證明成功嘅，都盡量去試啦。按照之前的约定，今天一大早，方静在永恒还未来到学校之前，就悄悄进入了永恒的教室，准备对他进行初步的观察。由于多年来致力于关爱自闭症患者的宣传和推广，目前澳门社会对自闭症患者的接纳度非常高。针对患者病症的轻重程度，各级学校都开办了相应的融合班和特殊班。麦永恒现在就读的就是学校6年级的融合班。其不是这个字。好啦，咁今堂课咧，我哋咧就复习翻另一个汉语呢堂知识啦，就系、是、叫做部首。唔系呢个字，呢、这个字点读？公。咁你出白板纸俾我睇个九成度先，再复检一下。喺呢度。喺呢度。咁你睇翻隔篱，佢属于咩部首先？其实也就是说，他对记忆呀、就直接可以抄啊写啊，他的理解还可以。可是当碰到有生活情景，然后需要转弯一下要理解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一些困难。要对永恒进行行为干预，方静得在永恒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合适的契机。根据永恒的学习计划，今天下午是他去荡在琴房学习钢琴的时间。方静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观察永恒日常生活中的情绪爆点到底在哪儿。从澳门半岛去荡在琴房一共有3座桥梁可以选择。平常陈小曼带永恒都是走友谊桥，但今天为了赶时间，陈小曼决定走路程最短的西湾大桥。然而还没上桥，永恒就闹起了别扭。方静试图转移永恒的注意力，但这次的行为干预却没有一丝效果。对于一位情绪已经达到爆点的自闭症儿童来说，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兴趣和爱好，也很难在短时间将他的燃点转移。他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自闭症特点里面的一个刻板的行为，在他身上特别的严重，就刻板的行为，就是他固着于某一样东西啊，我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序去走啊。尽管在路上情绪波动很大，但来到前方之后，永恒马上又兴致勃勃地练起了钢琴。这可瞬间的变化也让方静很意外。弹钢琴，这应该是永恒最大的爱好。本来非常沮丧的方静似乎找到了对永恒进行行为干预的突破口。陈小曼希望能再次亲眼观摩学习方静对永恒进行行为干预，方静也一直在等待机会。今天是方静与澳门自闭症儿童家长开分享会的日子。由于之前在澳门并没有 ABA 的推广，因此现场来的家长并不多。澳门未有推 ABA 嘅，但我哋行先一步，试一试，睇下大家知道有边啲可以帮到自己嘅孩子啊，点样去帮佢哋咁样嘅。你们觉得一个孩子，他最重要要建立的是什么？自信。自信。情绪。情绪。学会自理。我想说，最重要的是他情绪稳定。在他小的时候，他的行为要好。行为要规范，所以我们学的第一课是要行为规范。在行为干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教他很多的东西。就比方说，因为街上有摩托车，比方说我不跟你这样放开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跑出去。光看到孩子不好的，你不可以这样做。而 ABA 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你可以怎么做。那过马路他撒腿就想跑，那 ABA 做的说红灯亮了停一停，所以我们就会带孩子做游戏，说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请前行。一岁多的时候他可以做小马桶，但是他如此，然后长大了以后他就不愿意，一定要拉在那个纸尿片上面。那他是要穿上去拉还是穿？他很有仪式感，他不单是穿上去，然后他必须要穿一条长裤就是特殊的处理模式，他把拉粑粑和穿纸尿片再穿这条长裤结合起来处理，是一个他特定的处理模式。这个是行为干预里面我们分到刻板行为上去的。那我们分析呢，可能他原来有一些不好的经历。方静的经验分享得到了在座家长的认可，他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毕竟在此之前，澳门还没有自闭症儿童尝试过 ABA 应用行为干预疗法。这次分享会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方静承诺，只要是家长有需要，他将在澳门无偿开办家长培训班，让澳门的自闭症儿童多一个康复的选择。咁啊，睇到方老師原來咧，佢嘅 ABA 咧係一啲比較以針對一個孩子，佢哋即係小朋友佢本身佢嘅需要而去做。咁我哋見到有改變嘅時候，同埋一啲有彈性啊，咁我哋想試一試咯。媽媽，您怎麼來了？其實，方靜也是一位自閉症孩子的母親。這位帥氣的小伙子。就是方静的儿子石若曦，去年刚从澳门大学毕业，目前正在澳门创业，为当地自闭症儿童提供线上康复课程。26年前，方静是青岛大学的一名老师。儿子石若曦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后，
由于当时自闭症康复机构和治疗方法都非常稀少，从而迫使他走上了学习和研究自闭症康复治疗的漫长之路。熟悉方静过往经历的人都说他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但他自己却根本停不下来。因为我也是妈妈，也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妈妈，把我走过的路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几天后，方静收到了陈小曼发来的一条手机视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永恒情绪失控？方静希望能跟永恒好好聊聊。每当出现这种情况，陈小曼和丈夫总是束手无策。这次方静如何处理呢？此时的永恒正在手机上玩自己最喜欢的钢琴，一旦有人要拿走手机，他便要发作。方静提出想听永恒在真正的钢琴上弹一首曲子，没想到永恒竟然停止了哭闹。我们提前都会观察孩子，你还喜欢什么，你还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所以当你接近爆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再慢慢的来引导你。那么昨天傍晚在散步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引起永恒情绪爆发？方静必须了解清楚才能进行行为干预。其实是我不好，他跟我要我就给，我没有跟他的，但是他一拿就是跑跑跑跑跑去拍拍拍拍拍，他就不满意，半路就是疯了一样，我要回去回去回去。本来他的爱好是对的，可是他强度太高，他就成了问题行为，我把他纠正到在合适的强度出现，也就是行为干预的这个意义。打铁趁热，打铁趁热，反正所以昨天晚上不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再缺席。你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不是一次要趁热打铁，一次一次一次巩固。对于今天傍晚在水塘公园内的散步，方静提出了控制手机和分散话题的干预方式，但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与此同时，在不惊动永恒的情况下，方静也来到了公园隐蔽观察。一步一步，唔系行快，你头先行得太快啦，我哋休息下，唞下，唔使咁快嘛，系咪啊？行散步啊！系行散步，系啦，行散步。永恒除了提出加快步伐之外，暂时没有其他要求。让大哥给他送短信啊。我看。为了防止永恒提出拿手机照相的问题，麦先生不断用其他的话题跟他交流，将他的心思引离有可能的爆点。今天看来他的情绪非常的平静，我觉得爸爸妈妈的进步很快，尤其爸爸的进步很快，他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爸爸觉得他可能会出状况的地方，爸爸已经会去避免掉这个状况，等着他的能力的提升。刘伟恒，伟恒，方老师嚟澳门，带阿方老师咧睇下我哋澳门有啲咩嘢，好唔好啊？澳门旅游塔。旅游观光塔是永恒特别喜欢去玩的一个地方，但因为永恒一进电梯就喜欢控制按钮影响他人乘坐，所以陈小曼极少带他来观光塔。这一次方静希望帮助永恒进行一次克服电梯障碍的尝试。好了，嗯，这个好点，是不是？嗯，这个好了啊，六八，对，好，那你玩一下，我数到十，可以吗？好。
眼睛看着这里玩。一。永恒在这次搭乘电梯的过程中依然比较兴奋，并不自觉地想控制按钮。不过在方静的干预和引导之下，永恒这次总算是顺利到达了观景台。他非常喜欢钢琴，他平常也学习弹琴，他又喜欢手机里的钢琴。当他很紧张的时候，我出现了那个音乐，那么他就可以把他的这个情绪放松下来。其实呢，家长呢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的子女都要有信心。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已经是最好的了。方静老师呢是一位在内地很有名的 ABA 的专家，来到澳门帮我们去顾问我们在 ABA 方面呢，真的实在很感激他。对于澳门的自闭症患者来说，方静这次 ABA 应用行为疗法的推广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多一个选择也许就多一份希望。这个希望不仅需要患者家长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方静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澳门自闭症协会在自闭症康复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引起了方静的关注。事实上，这些年来澳门自闭症协会一直将社会关爱作为一个推广的重点，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他把自闭症人士的特征以及他们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还有怎么样才能帮到他们，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表演了出来，大家更容易去接受。所以我在想，我回到内地，我一定要去推广这样的活动。大家今日用细心咁欣赏我哋呢个俊俊嘅故事。冇错啦，咁多个同学仔咧都咗嚟合作，一齐帮我哋想办法解决故事入边咧嘅问题喎。咁都希望咧，咁多位同学仔咧，将你哋嘅俊俊嘅故事咧分享俾你哋嘅屋企人、你哋嘅朋友仔。多谢。有人说，自闭症儿童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个世界，独自在天上闪耀着孤独的光芒。只有人间的关爱，才能温暖并唤回他们。只有爱，才可以架起自闭症的世界和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桥梁，给其他的爸爸妈妈们加油，陪着孩子走得更远。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我一辈子的使命。